的皇上和李千娜今日惊喜宣布结婚喜讯，随后李千娜透过影片分享了被求婚的经过。她透露当天原本安排好为皇上和庆生，好友们捧着生日蛋糕突袭时，皇上和还假装很惊喜，接着开始观看生日祝福影片，没想到期间影片突然变黑，接着出现一段字幕写着：“其实他们不是要给我惊喜，而是我想要送个礼物给我们。”皇上和这才拿出花束给女友。接着影片转变为亲友给予小两口的结婚祝福，让李千娜当场激动落泪。此外，皇上和瞒着李千娜买了戒指，还去画室亲手画出罗马的景色，因为李千娜曾说过希望这辈子能在罗马被求婚，但两人目前没办法过去，所以准备了这幅画，还在作品上画了一颗爱心，中间的留白由李千娜亲手填满，象征心被完整填补。李千娜坦言这段期间完全没察觉异样，因此真的感到很惊喜，虽然对这样的求婚很感动，仍不忘调侃男友即便画了罗马的画还是要带他去啊。Bye.